海神唐三复活归来，再战天使神与罗刹神。唐三，当罗刹神与天使之神看到从嘉陵关城头飞起的蓝色身影时，不禁呆住了。海神归来了，他必将再次挑战天使之神和罗刹神。奥斯卡和宁荣荣暂时失去了魂力，唐三不可能有再次复活的机会，这一战将会是最后的战斗。很意外是吗？哼，意外又如何？我们能杀你一次，就能杀你第二次。上一次是他杀了你，这一次杀死你的必须是我，也只能是我。罗刹魔镰、天使圣剑同时指向唐三，而唐三手中的海神三叉戟也缓缓高举过头顶。唐三啊唐三，你的神魂确实要比我强大，但是在99级才接受传承的我，神力要比你更加雄厚。现在我看你还如何与我抗衡。紫黑色的罗刹魔镰又一次刺向唐三的胸口。有了三天前的经验，比比东知道海神神装是挡不住这恐怖的攻击的。就在海神三叉戟飞出的瞬间，唐三的身体仿佛像是被惯性带动一般，快速旋转起来，竟然避开了比比东的第一记攻击。但比比东的反应何等之快，罗刹魔镰没有劈中唐三，他立刻转为横扫，向唐三拦腰斩去。